如果你想要摆脱这样子带来的困扰或者是不方便，这个时候我建议可以试试看市面上不同剂型的面膜，比方说在冬季的时候就很适合来使用凝冻状的面膜。好像是这款冷膜呢，当中还特别添加了有效的美白成分，像是传明酸、稀释玉溶散，还有满满的保湿因子在当中。特别是隔天早上起床，你会发现到肌肤明亮、水润又有弹性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一款能够呼吸的高效保湿面膜。均匀敷完在全脸之后，你会发现到这个刮棒上还有残余的冷膜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浪费，你可以把它全部取到手上来，先在你的掌心化开来。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？它就可以变成是身体乳的功用了。冬季想要让肌肤水润 Q 弹，其实只要选对合适的保养品，就能够让自己的肌肤加倍保湿哦。